我爱着你们什么了？我不见了，我做的我都不见了，你们还有零食？你们这么容不下流浪猫吗？这小可怜的，他们晚上就只能挨冻，大冷的家零下好几度的温度，你们怎么忍心的？你们给他们一个安稳的睡觉的地方。 你干啥上升气了你啊？哦，死了吧！啊，死干嘛？啊！一直按，一直按，后面就没有出现任何反应了。但是我们也没放弃，就这样子大侠一直按了一个多小时，希望他能够醒过来。还好黄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出现了奇迹。他很晕了，现在都软了，然后也不行。嗯，现在有一点呼吸了。那他咋回事啊？我老板都吓死了。不知道啊。 我感觉活过来了，活过来了，哈哈，我都这样活过来了。